椒怎么保存不变色？把采摘下来的新鲜青花椒用水稍微清洗一下，冲洗掉青花椒表面的浮灰就可以。清洗过后，把青花椒放在通风处阴干水分，准备适量的凉开水和小塑料袋，将阴干的青花椒分别装入小塑料袋中，在每只塑料袋里倒入适量的凉开水，然后密封好塑料袋的袋口，把弄好的小塑料袋放入冰箱里冷冻室就可以了。等到需要用青花椒的时候再取出。青花椒属于灌木，枝叶灰褐色，有短小刺皮。